内线你看又是空了，啊，第一点没打进，第二点再补。再给空切，又被盖了。达卡里篮下还是挺有存在感的，但是达卡里现在。协防，这样好球。嗯，这个是我觉得达卡里他青岛队进步的地方。就，给完走啊，来一个三分。哦，哦，给到身后。哦，达卡里冲起来了，太可怕了。没错，继续拉开，嗯，达卡里，
顶着他。哎呦，托尼亚要注意啊！这个场均三分命中率是25%，并不高。好球，这边王睿泽篮下又是偷了一个，很激到了，那是大赏赛季啊！看看达克里空了。李靖宇这个赛季当。哎，一看有夹击分出来，张成宇的三分，好球！张成宇今天，正常水准，高光表现，好球！这是达卡里的策应，找到了吕俊虎，给篮下，先给对抗王睿泽，好球！别看王，达克林文逊这个点转身进来之后，两分球抛进。第四节的比赛啊，过得居然快，分差比较大，32分。一上来啊，内线又是落空了。到达克里万逊顶开之后直接往里给2+1打进啊，漂亮。又启动，又要去跟这个达卡里拼这一球啊！达卡里，哦，好球！表现呀，赢得了更多的时间，一直在场上。再攻花，哎呦，花上双了，上双了。两个人加，达卡里分球到外线，这是三分的机会，好球！今天青岛队已经是命中了全。
上线来夹击，错位，李靖宇来访，这是一个落位时候直接的错位，那形成包夹，但是这次大卡里的威力先。挡开之后呢，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他的手篮下好球，张度明两分，这样，哎呦，这球像是脱手了，对，有点。圆圆往里强撵啊，两分球抢下来了。
但是没注意后边林伟汉。林伟汉就是这样，他这手啊特别快，一路撵着往里打，打到里面，打进打出，啊传到里面，哎呦没帽了，好球。这其实是北京队整个后场进攻上的一些机会。达克里安逊的意图也是比较明确，就是进攻端能够打开同时，尽量的稳住一段时间。客运球到篮下，许家涵，好球，许家涵中有一折叠啊，许家涵篮筐扶持。这样，张祖明篮下漂亮。今天张祖明就丢过。王天柱的山西打了三年。马卡里的篮板球。梁涵的挡拆发起，我以为要投呢。顶着曹华林，嚯，没太。再来，非常深的位置，嗯，非常深的位置，但这球的保护，一拿球直接是四个人收缩啊，但是他就摩百合给您带来的21-22赛季 CBA 常规赛的最后一轮，也是吉林在主场对阵青岛啊，比赛呢是由背着往里撵，转进来，这就是太轻松了。突破换左手，你看这就是达克里万逊啊，